他长相狰狞，叫声扰人，只因他所到之处火林变枯树，被视为人见人厌的害虫。谁料他摇身一变，不仅成了餐桌美味，还被人们视如珍宝。小小的虫子到底有何奇妙之处呢？敬请收看《走进科学》，会叫的招财虫。传闻它是深埋地下几年的不死虫，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即破土而出，逃过种种猎手的追杀后，它轻舞展翅，异常绚丽。然而一夜间它竟然面目全非，可怕的是它所到之处树木枯萎，这就是被称为害虫的金蝉。而他却对这种破坏力极强的昆虫情有独钟，这小小的金蝉到底有何奥秘呢？据说美国啊有一种蝉叫做十七年蝉，据说它在这个土里面啊待的时间有多长呢？十七年啊，但是它出来之后也就顶多活一个星期。想一想，这小东西啊还是蛮有意思的。但是它既然是一种害虫，往往就会导致树木死亡。可以说呢，很多这个种植经济作物、经济果树的果农啊，对它简直是恨之入骨啊。不过要说到底啊，这个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有人恨它，哎，就有人偏偏呢喜欢它。2002年初春，是河南民权县的树农们给树木修枝打杈的季节。最近，王鸿飞发现，原本好好的树竟然出现很多枯枝，情况似乎越来越糟。树木怎么会在春季突然枯萎呢？嘈杂的声音提醒了他。蝉那个叫声特别特别响亮，因为蝉比较多的时候感觉那么特别嘈杂，特别烦人，所以当时蝉在那个印象当中它是个害虫。我知了出来的时候，那果蛛就死了，一死就非常影响产量。原来是金蝉危害一方，他们俗称知了猴，树农果农们对它恨之入骨。这些害虫绝非善类，它能破坏树木有着看家的本领。它有个刺心一口气，像吸管似的，它能一下子把这个刺破树枝，刺破那个树的树干，然后在上面去吸食树的树枝。它们就这样纹丝不动，在无声无息间就吸走了树枝的汁液。王鸿飞一看果树林地遭了殃，他四处打听灭虫的方法。中国农业大学的张清文教授从事着昆虫研究教学工作，他认为这金蝉如果数量多了确实对植被有影响，但它也绝非一无是处。这个金蝉的那个壳啊，就是我们被称为基丁质，这个基丁质这个东西是个非常好的东西，它是一个人工眼膜、人工皮肤的原料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它作为基丁质啊，要进到了人的胃里，它起到杀菌的作用。看来这小虫子还是个宝。没过多久，朋友请他吃的一顿饭，让他对金蝉更加惊叹不已。这道菜点上一看，啊，我当时就乐了。这不是老家那个我们老家那个知了猴吗？当时我就特意问了一下，这一盘菜价格是168，对，168。我细心的数了一数啊，是30个不到，一个就花5-6块钱。
小虫子上了餐桌就价格不菲了，看来这金蝉真是个宝。王鸿飞琢磨，自家林地飞来的害虫原来也可以变成招财虫，于是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金蝉有时候在地里面去长呢，当时不就想，那个野生的金蝉都能在地里生长，我难道我就不能像养昆虫就去养金蝉吗？所以当时就动了一个养蝉的念头。王鸿飞打算变害为宝，开辟一块林地人工养殖金蝉。可是大家整天琢磨怎么灭金蝉，野生的金蝉怎么人工养殖呢？像人家广东啊、河南啊、山东啊这些地方还都是非常喜欢吃知了的。那我们说给您四张图，这四张图呢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吧，简单的讲它的一生，先是卵，然后呢就蝉蚁，然后变成像若虫，然后最后呢变成一个整只的这么一个蝉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吧。那我们说啊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因为它是害虫，所以自从我们有了农药之后啊，那大家伙就想尽办法都把它赶尽杀绝了。所以这么一来呢，你要问哪儿灭蝉有经验吗？大家都有经验，各有各的办法。但是你要说养这东西谁会养啊，估计还真没几个人会养，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啊那实在是太少了。起初王鸿飞想，金蝉种源野外到处都是，抓下来金蝉来养还不容易，哪知道这些机灵果儿似乎商量好了，纷纷扇着翅膀溜之大吉。不过细心的王鸿飞发现，有些金蝉趴着的枝条里有许多白色的卵。当时就想，哎呀，那个活的蝉不好捉，捉的时候不好弄。当时就想，哎，我干脆从卵开始养。就夏季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收集一些那个金蝉在上面产卵的枝条，然后就是想着这一块有卵，然后有卵像孵化小鸡似的，从这样的话就一点点去出来，这种情况就开始去做了。在一些成年金蝉常趴着的枝条里，总能找到比蚂蚁还小的卵，仔细一数还真不少，每个枝条里都有上百枚卵。王鸿飞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枝条，卵是有了，但是该怎么养呢？野外金蝉若虫生活在地下，长大后才钻出地面。王鸿飞觉得，那就该把卵汁埋到地下去，等待着它们破土而出。就想象着啊，说不定明年都出蝉了，当时很兴奋，还在期待着出蝉的当时一种场景。到第二年的时候，我再去扒这个蝉嘛，扒这个埋下的蝉卵，但是发现很多那个卵的枝条都已经那个腐烂掉了，但是好多上面的卵都已经黑掉了，都已经不出虫了。最初的幻想破灭了，看来这蝉还真是不好养。王鸿飞琢磨，野外的金蝉是怎么孵化的呢？我当时就想，它既然埋到这下面不行，我突然想，能不能像孵化小鸡似的把它孵化出来，让有小鸡让我有小蝉的时候看能不能种到地下，这个时候更好一些。当时就动了孵化种巢的这样一个念头。王鸿飞觉得这卵孵化还真是个难关，温湿度适宜它们就发育，稍有变化就停止生长进入冬眠，真正孵化成熟要1至2年。他打算把卵放在室内加温保湿，人工孵化试一试。一天他惊喜地发现，这些树枝里的卵有些不一样。在40天左右的时候终于发生变化了，有小蝉蚁在孵化出来了。不过它出来的时候特别小，比那个蝉卵还要小，像小蚂蚁，特别小的小蚂蚁爬特别快。哦，这个小东西是从那个卵的壳里面很快的爬出来，并在海面去滚动。当时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就是蝉蚁。当时去做蝉蚁的时候，你想这么多天折腾了这么多次，第一次看到那种心情真的特别特别激动。王鸿飞兴奋极了，
这是小家伙们在人工环境下第一次蜕变。透明的小蝉蚁用尽全身的力量爬了出来，舒展着筋骨。自然界小蝉蚁成功孵化后，为了躲避天敌，它们会迅速从树枝上爬到土地里，于是它把小家伙们埋进林地。起初一切顺利，小家伙们一到了土里就拼命地往里钻，可是一年后，埋在地下的小蝉蚁似乎没有任何动静，这可急坏了王鸿飞。他们在地下吃什么呢？野生的小蝉蚁在地下是怎么长大的呢？它在这种树梢上的很小的卵孵化出来，就像个蚂蚁一样的，然后从树上来，或者是爬上去，爬下去，或者掉下去，掉到树根下以后，就钻到土里边去，钻到根上，就吸食这个根的汁液，然后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。小蝉蚁靠吸食大树的汁液长大，它们深藏在地下，直到发育出坚硬的壳和足够有力的前足，才会破土而出。王鸿飞每天都要到林地查看，可是却久久不见动静。蝉有个大家族，我国就有20000多种，它们在地下孕育的时间不同。金蝉要3到5年才能破土而出，这家伙很挑剔，如果温湿度不适宜，也有需要10年的记录。怎么才能缩短养殖时间呢？王鸿飞决定帮他们提前出土。有了这层特殊的棉被，金蝉幼虫们睡在暖和的地下，吸食着大树的汁液。黑夜白天几经轮回，这天夜晚和往常不同，金蝉若虫居然提前从洞穴爬了出来。它们已经全然不像过去那么脆弱，一个个像个勇士，身披盔甲。结果就发现好多蝉在那个地下面，一个一个用前两个爪子在挖着洞，晚上的时候争先恐后的往上去爬。起初是一只，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蝉从地下爬了出来，有的单枪匹马，有的3-2成对。一个月的时间，金蝉陆陆续续出土，眼见丰收了，王鸿飞别提多高兴。大量金蝉若虫被收集起来，连夜卖到农贸市场和饭店。接下来的几年，金蝉产量越来越高，可就在王鸿飞打算扩大规模的时候，金蝉却出了问题。树生长比较慢，叶缘发黄，造成蝉的那个生长速度减慢，大小不均，出虫率时间放缓。林子里的树开始出现枯黄，更严重的是，王鸿飞发现晚上爬出的金蝉个头小了不少。看着金蝉，他恍然大悟，难道都是丰收惹的祸？王鸿飞反复试验，发现养金蝉不能太贪心，带有卵的枝条埋多了，林地毁于一旦，金蝉也吃不饱。一亩地放1000个左右的卵条，对树木影响不大，金蝉也能长得很好，可谓一举两得。解决了这一问题，王鸿飞又打起了蝉蜕的主意。蝉蜕是非常好的药材，能赚不少钱，可是他人工养殖的蝉能否顺利脱壳呢？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，因为金蝉啊，可能它出来第一个目的，它出来了之后呢，它也会很迅速的去往树上去爬，爬到树上，尽量的爬到高的地方，树叶比较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很快的就能脱壳。金蝉若虫的外壳可以帮它们从地下钻出来，但也限制了它们的生长，所以
他们要用最短的时间爬到树上蜕皮，改头换面，伸展翅膀。短短的路程，金蝉若虫却要经历千难万险，丛林杀手们不会错过这个捕猎的好时机，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为了以防万一，王鸿飞赶紧布下纱帐，以防天敌来袭。深夜，终于有一只金蝉若虫开始脱壳了。发现一个蝉，脑袋越来越大，然后就被它那个有的壳子就裂开了。裂开了，然后那个它那个颜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颜色，就在那湖南的黄黄的乳黄的颜色，如同一次新生。即将蜕皮的金蝉若虫们非常脆弱，没有任何抵御外敌的能力。越来越多的金蝉集体上树，准备脱壳了。突然，一只金蝉若虫掉了下来，它的同伴们很是为它担心，但是也爱莫能助。谁也没有留意到，一支特殊的队伍悄悄地出动了。蚂蚁别动队冲了上来，别看它们个头小，可是它们却有着致命的武器蚁酸，这能侵蚀金蝉幼虫坚硬的外壳。受伤的金蝉努力挣扎着，希望能求得一些生机。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完成羽化，否则也逃不过蚂蚁的追击。20分钟过去了，受伤的蝉已经奄奄一息。大批金蝉成功脱壳了，它们曾在地下黑暗中度过日日夜夜，又历经艰险才能金蝉脱壳。现在它们骄傲地轻展蝉翼，如玉般的晶莹让它们散发着光彩。又完成了一个脱壳，后来这两个翅膀一点点从里面那个拖出来，然后这只小金蝉在站在那个壳上，迎着那微风，两个翅膀摆动的样子特别漂亮，特别嫩。可能那个金蝉在地下长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可能它追求了无非是它金蝉脱壳长成的那一刹那。王鸿飞兴奋地欣赏着蝉蜕的过程，盘算着一年的收成。当时只能采集野生虫卵，当时就想，我要是想搞规模化发展，我不总不能老采集野生虫卵吗？怎么想着让它我们人工去繁育它？怎么才能让这批金蝉在人工环境下交配产卵呢？王鸿飞希望这些金蝉能世世代代在自己的林地繁衍生息。那么现在呢，给他们种的这个树呢，是一种被称之为白蜡树的这么一种植物，它的枝条呢细嫩多汁，按道理说呢他们应该是非常喜欢，但是呢发现住进新家之后啊，这些家伙就开始不安分了，天天呢吵个没完没了的。夜晚羽化后的金蝉在清早就会变黑，从此他们就生活在树上了。转眼间到了6月，王鸿飞觉得每到这个季节，他们的叫声就格外响亮。他仔细观察，发现有趣的事了，只有雄蝉才会叫。雌蝉和雄蝉不同，雄蝉的腹部有两个鸣器，通过腹部挤压就吱啦吱啦的叫个不停。他首先到了树顶上去了以后，然后它在羽化出来以后，它就要开始叫了，那雄的就开始要叫了。越在站在高处，它这个声音就传得越远，因此呢它要上到树顶上去，它那个歌传遍这个整个树林，所以这样花的就吸引那种雌的过来交配。原来到了成年金蝉求偶的季节了，雄性金蝉的叫声是用来吸引异性的，怪不得最近林子里的雄蝉们唱起了大合唱。只见一只只雄蝉站在枝头引吭高歌，雌蝉们
在静静地聆听。紧接着他们跳起了只有他们才能读懂的舞步，就这样每只雄蝉靠他们与众不同的歌声找到了知音。这场歌舞盛宴后，一对对伴侣坠入了爱河。王鸿飞盼望着他们能早日繁衍后代，就在这时林地竟然发现了一些死蝉。是什么原因让金蝉在重要的交配季节死亡了呢？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好转，难道是远道而来的天敌？蹊跷的是，死亡的金蝉都是羽化会飞的成年金蝉，刺猬蚂蚁对它们构不成威胁。当时好多看死掉以后都是下面带名气的，都在名单想着可能是雄蝉的寿命是不是比雌蝉短呢。这一现象让王鸿飞更加迷惑，自然界很多雄性昆虫比雌性寿命短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些雌性昆虫有杀夫的行为，比如螳螂、蜈蚣等等。难道金蝉也会在交配后咬死雄性吗？他后来就是也考虑是不是怎么残杀啊。就是我们捉的看那个死的金蝉以后，他没有什么外伤，甚至也没有什么打斗造成的伤害，就像无疾而终似的趴在树上就死了。果然死亡的金蝉身上没找到任何伤口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有的昆虫比如说它这个雄的可能能交配几次，这几次交配完以后它就死亡了，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。在昆虫帝国里，有些雄性昆虫交配后会自然死亡，雄性金蝉在交配后的20天左右就会遵循这一法则。但怪异的是，没多久雌蝉们也开始趴在树枝上不动了，他们不吃不喝，闹起了绝食。难道雌蝉也出了问题？王鸿飞发现了新的情况。我们观察，它下面从下面就像个刺似的，刺破那个树枝，刺破树枝，然后就把卵直接产在上面了。原来这些雌蝉是在产卵。它们一次能孕育上千枚卵，聪明的雌蝉用产卵器扎破树枝，把卵输送到里面，借用树枝给卵保温保湿，因为它知道20天后自己的寿命也会走到尽头，只能靠树枝代替母亲给卵呵护了。金蝉的一生绚丽而短暂，从一枚卵蜕变成蝉蚁，经历地下漫长的沉寂后破土而出，如今他们顺利产卵后终于完成了使命。这一年王鸿飞不仅收获了蝉蜕，40多吨金蝉若虫也顺利上市了。自然条件下3到5年才能繁殖成功，但是它现在人工呢可以1到2年就可以繁殖。问题就在于呢，你如何去控制这个数量，数太多了你投入的钱太多，养的东西太少你回不了本儿。但是呢数太少了养的东西太多了呢，哎，这个林子肯定自然也就毁了。所以说呢必须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和量，致富啊各有各的招，关键看呢您能不能找对路子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。他喜爱爬行动物，这条80斤重的雌性巨蟒更是他的最爱。华丽的外表，庞大的身躯，人见人爱的他却始终找不到如意郎君，是孤独一生还是等待爱情的降临呢？他决定帮这条巨蟒找个对象。敬请收看《走进科学》，我帮巨蟒找对象。